中央节将要来到，今年民雄乡百货人数总共有九位，特别由乡长林依林率领的工作人员，做伙到百货人数的厝内底来拜访致意。除了展示工作的中央敬老礼金、金手指、寿面含鸡卵糕之外，也代表着总统府、卫生福利部、社会局向资深的国民来致意，赠送礼金新台币到千块，还有金手片、敬老证等等，让百货人数和因的家属拢感觉非常温暖。今仔今仔足贵呢？对啊，啊，甲你订起来，吼、哦，互你永远拢安尼空间食百二哦，嘿，吼、哦，哎呦，好啦，你甲看安尼呢？百几啊，两百，百四啊，百零四啦，有够放弃的啦，你甲看对无？中央节日将到来，民雄乡公所趁着中秋假期的时阵，大家拢会回乡团聚来过节。特别前往乡内的九位百货的老长寿的厝人，为因送上民雄乡公所的中央敬老礼金、金手指、寿面，还有鸡卵糕，以及总统府、卫生福利部、社会局的礼金交礼品。我今日特别等来个东西哦，啊，这是我家己的砖头，我伫遮出世的。阮送这个103岁仁瑞百岁仁瑞。除了是咱总统的这个金领，伊拍的金锁，哦，这金锁，哦，啊，搁有阮公所送的金手指，啊，就甲阿嬷订落哦，订予伊永远吼拢健康食百二，吼，啊，搁有馆长送的红包，吼，馆长送的红包，吼，啊，馆长嘛足用心的对吧？吼，啊，搁有阮闽南公所送的红包，要予阿嬷吼，安尼永远拢快乐健康。好吧，安尼好吧。好啦，然后咯。哦，你那恁应该几代同堂啊嘞，吼。哦，对。这件前往拜访的九位百货老长寿，民雄乡乡长林雨林、秘书陈怡如，啊，佮有社会科的同仁，嘛拢做伙前往，并且乡长林雨林嘛，一一为老长寿来递上金手指，佮有金锁片，并且伊嘛承诺。每年阿个要再来送上大礼，互百岁老长寿，阿个家属拢是感觉非常温暖，阿个欢喜。最新新闻整理是民雄乡彩虹报道。你知道学校有什么东西换新的吗？对啊，搁有新风换气系统。近近的桌子都会摇，摇摇摇摇摇，一摇一摇。近近的车看修当就会规个捞出来。现在可以放比较多，然后置物空间比较大。你会不会过敏？会。装了新风换气系统之后就好很多，而且也比较不容易打瞌睡。考试100分吗？成绩有提升啊。敢学新的操场，因为新的操场很好跑步，跑步超舒服的那种。硬体是软体的基础，升级校园才能升级孩子们的未来，让嘉义的孩子们尽情学习，大口呼吸，快乐奔跑。嘉义，我的家，教学环境全面佳。